在唐兆廷之后呢，要为大家送上就是我们的小鲜肉组合咯。大家刚刚有拿子谦牌子赶快拿出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石子谦以及吴杰瑞，掌声。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高下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下唇印的嘴，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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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亲爱的，爱上你简单访问一下我们的小师们，来来到这边来。我先偷偷问一下，这首歌是谁决定要唱的？杰瑞。杰瑞，为什么会挑这首歌？觉得？因为我平常去 KTV 唱歌厅，子谦唱这首很好听。我跟你讲，他们两个就是不停的在互挖洞。从我在问他们要不要参加那个草地音乐会的时候，他就率先挖洞说子谦唱歌超好听的。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但今天大家觉得他们唱的好不好听？好听。我跟你讲，从此以后你们就是我们草地音乐会固定班底了，好吗？好，那人还是很谢谢我们的子谦还有我们杰瑞在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那还是简单的来问一下，因为其实你们两个从在中华队就是队友嘛，那今年报名了选秀，那发现自己有机会又跟对方在同一队里面，选秀结束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跟对方互通过电话，分享一些心得之类的？这是我今年最幸运的事情。其实你暗恋他吧，是不是？来，子谦分享一下。子谦没有啦，这是我的小确幸。小确幸。
你们两个要这样继续就是放闪吗？我这样处境有点尴尬，好不好？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杰瑞其实加入到现在嘛，其实也上场好几次，那其实打出来的成绩也都非常的精彩哦。我觉得是我们球迷啊，还有球团都非常期待的一个新生代选手。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加入职棒之后，觉得最大的心得是什么？就是可以在这么多球迷面前比赛是最开心的事情，这样也是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知道子谦其实在昨天嘛，昨天的比赛已经在我们的一军初登板了，那表现非常的亮眼，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站上去那一天，知道要上去中继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其实不会紧张啊，因为就是他就是一场比赛，我就尽力完成他这样。对，好，那身为投手啊，你有没有在中职里面最想要对决哪一位打者呢？跟自己的学长吧，陈庸基吧。陈庸基，是用内讧的意思。好，我们希望，为什么是庸基呢？为什么是庸基？就从以前看他打球到现在，对啊，又是一个从小看他打球长大的、啊。对啊，因为他刚回来也是跟嘟嘟神拜同一队啊，对，就一起就是回来一起看、啊。对，这样他实力真的蛮强的、啊。真的，好。我觉得这个愿望可能有点难达成啊，但是子谦有个非常重要愿望已经达成，就是跟嘟嘟神拜同队了，而且还特别在他的粉丝团上面 po 上跟嘟嘟合照，可以跟就是自己偶像同队的心情到底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还没进来之前就很期待啊，就是期待可以跟神拜就是一起努力这样。对，有偷偷去找他签名吗？没有，可能找他拥抱一下，我来看一下。